我小时候就这样子看着蚂蚁，然后跟着蚂蚁玩。希望你不要自己变成别人的蚂蚁，这这蛮重要。先不会了嘛，哈。什么叫做变成别人的蚂蚁？要被人家玩呢、啊？对。请来话题人物老朋友赖佩霞上广播节目。王伟忠先给中顾政治路很辛苦。他就一直跟呃身边的人说，他要到我家来拜访我三次。嗯、在你答应多久之前？ 后大概两个礼拜的时间，他是认识我以后才看戏，是身边周围的年轻人跟他们建议说要找我的，大概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。作家杨照牵线，郭台铭三度想登门拜访也不得其门而入，赖佩霞两个礼拜后这才点头。我第一时间我就回去就问我先生，他就说去啊，真的吗？对啊，他没有说他不好相处哦，没有，没有，我跟你讲。 他真的是后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推手。先生是最大推手，但未出任副手，辞演舞台剧《蘑菇》引发争议。同时，剧场人王伟忠直白说：“我就反对你离开《蘑菇》这件事情，你接了舞台剧就不应该。”在当下，其实是一个协议，我们就只有两三位嘛，哦，那我相信其他的团员可能不知道。你处理够够好吗？这件事情。你如果问我，当然不好啊。 不是你，我就就我就咬着牙干。你如果问我，我跟你讲说，你要咬着牙干，因为一定会过去。我这种事情经历过太多。小白兔误入丛林，赖佩霞一脚踏入政治圈，当郭台铭的副手，要学的还很多。再来是活英语节目，我们学院台报道。